坐地上怎么样嘛？坐地上，盘腿子。谢谢你们点赞。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。对，昨晚买的东西发货了吗？发了。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。要洗一下，要洗。他问你在哪里？哦，怎么那么曝光啊？我觉得。好了吗？我觉得怎么？对，谢谢点赞。上次买的麦冬很好，谢谢你们。西洋参有吗？什么都有，你们想要什么的打在公屏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我们现在先有请一号男，一号什么呀？一号叔叔过来呗。现在呀。行不行？啊，一直等着你们直播，真热闹。有，今天有很多。核桃有吗？核桃我们最近在找。对，怎么才开播？对啊，因为刚刚一直在就是弄这些事情，因为我们第一次这样收山货，所以说要准备一下。对，这个秤很准。租的房子，这是我们租的房子。对，蜂蜜有吗？蜂蜜最近也有。对，这些都是龙虎的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我们再点点赞，把人气票那一上一上。对，谢谢送的人气票。晚上好，这样好。随便。我也觉得。开心呗，好，不要摸鼻子，好的，没关系，是你们收的吗？对，他们自己在收，有的，谢谢亮的灯牌，就喜欢看你们直播，小燕好看，谢谢，今天肚子好点了，我今天还是吃了那个，对，谢谢点赞，欢迎你们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那我们就开始上货好不好？好的话打个好，开始呗，来，谢谢关注。我们先把第一个叔叔叫过来，然后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待会儿小本本准备好了吗？小叶，我咋一弄？叔叔过来嘛。对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忙的，我忙得很。我等了半个久了，我还以为猪鸡还没接，我还没有呢。哎呀，一个一个来，不要着急。不着急，确实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我等你们。好，一个一个来。老板，看过这个，好，你是看过的，我这个要不要？有点搞笑啊。这叔叔，你这个红枸杞哈，等一下，一个一个来，好不好？小燕，把笔和本子在你站在叔叔的旁边。奶奶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对吧？不要着急，我们先坐一会儿嘛。一个一个，小燕站这儿来。你先坐嘛。小燕，你到这里来。在这儿嘞，压的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这个是什么？知道的打在公屏上。这是叔叔家的这个东西叫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知道打在公屏。拿个袋子过来，你问进去呢？感谢点赞，叔叔，你这个红枸杞品质还可以哈，我看了一下。你尝一下嘛。我可以直接吃吗？啊，可以吃啊。那我直接吃一个。啊，你看，随便拿吃，你看。但是叔叔的这一批不是卖的哈，他只是拿过来展示的样品，对，不是拿来卖给你们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戴手套，所以这一批不会发给你们。红枸杞是干嘛的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知道吗？这个品质还不错哈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超市是完全买不到的。你们看，它的大小还有它的色泽，这是真正我们山里面的红枸杞。之前有没有收到的叔叔阿姨？红枸杞是干嘛的？知道吗？它可以拿来煲粥、熬粥，对不对？对，煲汤、泡酒，然后之前他们买直接泡水也可以，也可以直接拿来干吃。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补红色管管里面的东西，这是第一。然后第二是它吃着本来就很甜，因为它里面就有那个花青素，对不对？想要的扣一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看一下，直接拿来泡水都可以，直接吃也可以。这个红枸杞确实不错哈，叔叔，这样子，之前你们那个村我也去吃过红枸杞，他们都很喜欢哈。嗯。今天你这个红枸杞，我收过来，你给我多少钱？多少价钱？多少一斤？多少一斤啊？怎么说？对，100块钱一斤吧，100元钱一斤嘛。一百的话，我说实话，叔叔，100块钱的话，稍微贵了一点点，但是你的品质还是值。我知道你们拉到外面去卖哈，卖到外面的广州、深圳那些、北京、上海那些地方，卖个100，
真的不贵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叔叔，我直播间现在有3600个人在看直播，他们都是我的顾客老粉了。我可以帮你把你的这个红枸杞，包括后面的阿姨哈，我都能把你们卖空，包括你们这些东西。但是你这个太贵了，给我便宜点，我一次性。你有多少斤？你们家里有多少斤？我家里多、哦、多啊，四五十斤有没有？有啊，四五十斤，我可以帮你两分钟买完，你相不相信？两分钟就给买完？两分钟我就帮你卖完。两分钟一万块八十嘛？八十对吧？啊，两分钟一万块应该八十嘛？八十确实也不贵啊，但是再少点，你是第一个。我等一下，不要着急。我可以，你看。我这个老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第一个让你来的，在我人气最高的时候，你直接跟我诚信点，我把你家里五十斤全部给你收了。对，啊，五十有时候我一百个钱卖八十。五十的话，五十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肯定做不到。这样子，叔叔，我也不跟你熬脚哈，你直接60给我，可以的话我就收了，我卖39.9，我还有我的快递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快递打包那些好吧，人工成本还有平台要坑我的点，我一旦我挣个1块5、2块钱，我把你收了，你60块钱给我，我39.9上车半斤，我之前就这个价，可以的话50斤，两分钟，现在我直播间4100个人了，你觉得可不可以？哎，可以可以，我现在可不可以？我现在嫌上麻烦。60，我以后你看好了，来，可以了，你问你改价，321，39.9上车，39.9在我们直播间是整整半斤，给大家看一下半斤有多少。半斤有多少？来，直接放里面吗？也可以、啊。来。啊，1号链接已上架。39.9半斤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真正的山里面的红枸杞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多大一颗，直接可以吃的。来，老板娘，你装一下半斤有多少？不用太多吧，半斤应该。看一下半斤有非常多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上了吗？上了，1号链接，你称一下吗？放上。我称一下。你放上去嘛，你放上去。我先放上去，现在有多少？马上可以了。哇、哎哦，半斤有这么多啊！还有多少？多了多了多了一点点哈，差不多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大概半斤，半斤有这么多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在我们这边39.9是整整半斤，下次拿一个透明的袋子，大概有这么多，划不划算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对，39.9是整整半斤，有没有透明了？老姐逮过老两个过来，39.9是整整半斤哈，现在多少单了？给大家看一下哈。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山里的这种红枸杞哈，来重新装一下，重新把它装在这个口袋里面。我们山里面的这个红枸杞它跟外面超市是不一样的，为什么？首先你们看它的个头，因为之前有收到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看它的个头，看它的颜色，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红枸杞是不是泡一下就变暗了，那个水就变成红色了，染过色的，这是真正山里面的红枸杞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红枸杞是干嘛的？打在公屏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你们看一下哈，包括你们可以去药房对比，包括你们可以去药房对比，上了吗？你们看一下能拍吗？这是整整半斤哈，半斤有整整这么多，你们可以吃很久，每天吃几颗就可以，而且我们这个是没有秋过牛黄的啊，放心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来，现在多少单？太阳的时候你们可以拿出来晒一下，放干燥的地方。对，现在已经，叔叔，上了吗？可以去拍了哈，现在已经。卖了多少了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帮你卖了20多斤了。卖了20多斤了？对，现在卖了多少单了？50单对吗？50单就是25斤，我是半斤半斤的卖的，所以可以了吗？来，我还有点问，还没卖完的玩意。现在还有多少单？还有，我看你总共家里是50斤对吗？对，50斤总共是100单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80单了对吗？还有最后20单，快不快？50斤马上把你消灭完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来下一位。我也算麻烦，哎呀。对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这是大概半斤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整整你们能看到吗？我拿远一点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刚好是半斤，半斤总共的量有这么多，但是到时候这一批我们不会发给你们，而且我们会用牛皮袋子给大家包装发货，好吗？来，你们想要什么的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就打在公屏，晒的是很干的哈，你们收到货，对，没有了。
响应记一下，总共现在是多少单？收了50斤，50斤是30、60，就是3000元。给叔叔记一下，等一下我们统一转哈。嗯，好好。对，把半斤倒出来看，再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半斤有很多。半斤有很多哈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对。然后出太阳的时候，你们算一下也可以。半斤大概有这么多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出太阳的时候大家可以晒一下，当然你们收到的话晒到也是特别干，划不划算？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39.9半斤，在我们直播间真正的，看到了吗？现在实付款有多少单？95是吗？还有最后5单哈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没有了就没有了，来，来，叔叔你先那个，上方，然后奶奶。来来来嘛，要不先那个叔叔吧。我的老太太，你又操心多了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哪里哪里？过来，让我让我让我。这样子你们觉得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做。真够了，真够了，你看嘛。这个好嘛，老板，你看。不着急哈。嗯。我第一次这样子，叔叔阿姨，我没想到你们那么激动哈。你们平时老板来你们这里收多不多？老板，老板还是来的多。老板，老板还是来的多哈。对，生意好，排队，广进财源，对吗？想要什么你们打在公屏。叔叔，你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叔叔家的贝母，想要贝母的扣个一。这个是我们叔叔家的这个贝母哈，我看一下品质。来，叔叔你坐，你别站着，你坐，坐坐坐。哎呦，没事。那也来了，坐了我们买一个。别急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我们四川的贝母在整个贝母里面是天花板级别的，对，真正的米白色的这个贝母。贝母是干嘛的吗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知道，打在公屏是。我看一下，我可以吃一颗吗？可以吃，可以吃。我可以吃一颗哈，叔叔，这个贝母品质真的很好。现在外面的贝母，现在外面的贝母一克卖到30多、40多块钱，对的话打个对。我吃一颗哈，好吃。真正的贝母是米黄色、米白色，没有染过的，没有漂过的，漂过的在外面买的白色的，吃着甜的、酸的，那都是假的贝母，假的都卖到20-30一克，这是真正的吃着苦的贝母，它越小越好，怀中抱月。为什么要吃贝母？家里有老人、小孩，经常咳，半夜起夜。哦，不，我不能讲哈，经常咳咳咳这样的，我们就吃贝母，对吗？给大家看一下哈，我这个晒得干得很，晒得很干哈，我吃一个，叔叔，可以，很干，有点苦吧？有点苦，看你这个表情，我刚好东西，给我拿点水。